六种是红块。啊，这样就要用那个司马迁《红块木》白泥戏薄薄呀，哦，这个我来没。是吗？我们也是，这也是扁薄。扁薄。我们可以看到奇形怪状的根呢，就是红块，然后呢，前面的呢，就是扁薄，扁薄，啊，这个皮比较厚。哎，欧阳修正值壮年，1000多岁而已。